进来。董事长，这是您要的衣服。行，给我吧。董事长，我听说你好像回老家，你要这种衣服干什么呀？李秘书，你这就不知道了。毕竟啊，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姐跟我弟弟他们会怎样对我，所以啊，我想试探他们一下。试探？是啊，毕竟现在我的身份在这放着呢，所以我想看看他们会怎样对我。那行，那你要是有什么事啊，给我打电话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好。这么多年没回去了，我姐跟我弟弟也不在家过得怎么样，现在我得回去看看他们去。这终于到我姐家了。大姐，兰兰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进来吧。大姐，你这几年在家过得怎么样？我呀，好着呢。兰兰，回来有什么事呀？是这样的，大姐，你不知道，这几年我在外面过得其实并不好，也没挣到什么钱，手里刚有点钱啊。恰巧我又生病了，这钱都用在看病上面了。打住，兰兰，你生病了，来我家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是这样的，你看我现在病得也不轻，也没办法干活了，但是这病了也不能不看，不是？所以我就想从你这儿借点钱。你说什么？出去几年没回来了，一回来就给我借钱？你怎么想的呀，兰兰？大姐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亲妹妹呀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？你是我亲妹妹怎么了？是我亲妹妹一回来就用来拖累我呀，我哪有钱呀？我在家又没什么工作。大姐，虽然你没什么工作，但是这我姐夫能挣钱呀。你看你家房子还盖得这么漂亮，手里肯定有钱的。你姐夫能挣钱，那是他挣的，我说给你就给你呀，那你姐夫知道了他不说我呀？可是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呀。我现在生病了，你怎么能看着不管呢？我管，我拿什么管呀？兰兰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什么本事呀？这挣不到钱就算了，这还带着一身病回来了。你回来你去医院呀，我又不是医生。我也想去医院呀，可是我手里没钱，我怎么去？大姐，就算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行不行？兰兰，你可别怪大姐说话难听，今天你求我也没用。大姐，你这话说的也太绝了吧。我说话绝怎么了？我说话呀就这个样子，你要是想听就听，不想听你可以不听呀。我又没求着你让你来我家，你回来干什么呢？谁让你找我了？大姐，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亲人呀，这爸妈都不在了，我现在又生着病，我没地方可去，我不找你找谁呀？你帮帮我行不行？等我病好了，手里有钱了，我肯定会还给你的。你行了，少说那么多没用的，你少拿这个亲情来绑架我，还等你病好了，就你这个样子看病还没钱呢，还想着以后还我钱呢，我才不相信你呢。赶快走，出了这个门啊，以后也别说我是你姐，你是我妹妹，少在这给我丢人。大姐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我考虑什么呀？一会儿我公公婆婆该回来了，他们呀又该说我了，有你这一个穷妹妹一回来就拖累我。行，以后我不会再拖累你了，我走。赶快走，去你弟弟那找他去，什么事情都来我家。谁呀？强子。起来，快进来。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姐，我刚到家。屋里坐。姐，你这回来怎么没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。接什么呀，这是咱自己家，我又不是说不认识路。你这毕竟都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嘛。强子，你现在在家干什么呢？我还是在工地呗，我又没什么文化，干不了什么好的工作。你呢？我别提了，这几年我在外面也没挣到钱，而且我自己还生病了，现在都没钱看病了。生病了？
严重不严重啊？姐，看来你在外面过得也不好，都没钱看病了，需要多少钱？我有。强子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医生说我这个病还要做手术呢，最起码也要20万。20万？没事，姐，我有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？刚才你也说了你在工地上班呢，一个月才多少钱啊？这2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强子，你就不要再说大话了。姐，没事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，我找朋友借一借，实在不行，这个房子还能值点钱，我就算砸锅卖铁，也得把你的病给治好呀。强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你说你去找别人借钱，或者把这个房子给卖了，那你以后该怎么办呀？以后我再想办法呗。你是我亲姐呢，我怎么能看着你生命不管吧？我，对了，还有大姐呢，我找大姐借钱，她有钱。行了，你就不要再说了。其实来你家之前，我已经去过大姐家了。可是大姐呢，知道我生病了，别说帮我了，还把我给赶出来了，说以后我不再是她妹妹，也不再是她亲人了。她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这大姐，她怎么能变成这样呢？谁说不是呢？我只是几年没回来，这大姐骗得我都不认识她了。强子，你没想到你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但是强子，我看我这个病还是别治了，毕竟又花这么多钱呢。姐，你别说胡话，你这还年轻着呢，怎么能因为这点病耽误你以后的前程呢？行了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，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了。走，我带。强子，医院我就不去了。姐，我都说了，我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也得给你治病。不是，强子，你听我说，我没生病。行了，姐，你就别说了，我带你去最好的医院。不是，强子，我真的没生病，我刚才那是骗你的。骗我？为什么？